张会长，我不喜欢你开这样的玩笑。我没有开玩笑。那我可以问你为什么吗？对不起。我不要对不起，我要理由。我现在不适合谈恋爱。你有病吧？什么叫不适合谈恋爱？这是不是因为你妈妈的原因啊？我说过了，我完全不在意的。对不起。你接吧，万一阿姨出什么事儿了呢？仲夏，分手吧。你到底怎么了？说出来我们一起商量不好吗？你还用着我们的手机壳呢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别哭了。那如果我说我不分手？仲夏，如果我说我不分手呢？你冷静点啊。我才是跟你开玩笑的呢。我怎么会这么死皮赖脸呢？我不是这种人。我不哭，不过你既然说你对不起我，那我这样做不过分吧？